超省时的宴客菜，有两道菜，哦，要做两道，对，一个是甜品，是那个椰香死紫玉露，对，西米露要做酸辣汤的，酸辣汤可以啊，西米露，好，西米露做酸辣汤，对，有椰香紫玉露，怎么看起来很面熟？是不是便利商店有在卖？有，欸，你看那边有商品，里面有哦，就长这样，有阿明师的照片，哦，上面有照片，在 Seven 都有卖，帅，太帅了，这个是只要打开就可以吃的，这可以吃了，看吃。冰跟热都可以，冷的热的都可以，冷的都可以，冬天夏天我们要出好味，煮热让大家吃吃。哦，煮热让大家尝一尝。对，好，我们一共八分钟。好，我们八分钟做两道。好，紫米你要煮的时候最少要用2个小时的时间去煮。2个小时。对，那我们要先煮一些红豆。哦。就最快要半个小时了嘛，哦，对，要煮开。所以这些半成品都先准备好，但是一样啊，两道菜八分钟做完。对。好了，我们看他示范，好不好？计时开始，来，好，好啊，这个是我要煮汤的，来把它煮。哦，那个东阳，对，东阳的汤头里面啊，这个水用西米露吗？各位，这个水是要煮那个西米露，那个芋头，对。这芋头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台湾的那个芋头，那个斑斓西，槟榔那个西芋，对，这个，那是什么秘密？哦，吓我一跳！祖先呢？吓我一跳！祖先，这是我的传统，不要我的，那只能不要弄破，这边有了，这边有，这边也不要弄。哦，是我们可以闻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它的秘密武器，我们可以闻吗？这是一种传家，可以闻。这是一个糖水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那么简单，没有那么简单，可以很庄严的把它传过来吗？我们会好好的捧着，祖传秘方啊！对，请拿好。这个香气很厉害哈，你闻第一次会觉得有点点甜香甜香的，我好喜欢这个味道，特别的香味，对，是吧？很好闻哎，对，我喜欢这个味道，这个味道在泰国很常闻到，对啊，就换了哦，南洋浓郁，有南洋特殊的香味，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泰国都有这个南洋人香味，加了什么东西啊？明星，你加了那么多肉虾，肉跟虾剁在一起，有对，然后加了香茅、姜跟蒜，是吧？对，好，槟榔心玉下去了，啊，这个要加一点。要它的甜味跟香味，颜色这么淡，那个加一点点，我感觉好像本来以为它应该是很浓重的样子。待会要煮它的，另外煮，哇，倒这么多 ，Seven 卖的那种里面有加这个祖传秘方吗？有，哇，都很厉害，真的是分享哎，把一根肉丸就掐出来了。这是什么菇啊？蘑菇啊？啊，没有，这个是草菇，草菇，对，草菇。剩下的香茅末都下去了，对，柠檬叶，柠檬叶撕开一片就好了。哦，我好喜欢，好闻，不得了，香。阿明，现在东洋酱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对，好期待哦，想喝哦。对啊，想吃哦。怎么样？味道怎么样？试味道啊，有没有阿罗？非常的阿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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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，慢慢。所以那个是椰奶吗？时间剩下2分钟。2 minutes。哇！他怎么算那个量？算的刚刚好。对啊，好会算哦。你的西谷米其实是起来再下的哦。哦，它已经煮好了。要不然会化掉吗？对啊，煮好的。不用，不会化掉，它已经煮好，放进去拌一拌就好了。这一道 OK 了。奥蕾慢慢，奥蕾奥蕾。好，还有一道。再一道。你倒的是什么？要加椰浆，红豆，哇！泰国的喜欢多的算啥？多，加对啊，有的是要放生啊。10米，阿明真的很好张量，真的很好张量，满满的。全下，全下 ，show hand， 这好好吃哦。这个真的，一米六，我看起来好赞啊。看起来其实肯定不难呢，其实，但是它煮的时间很久哦。最后1分钟了。哎呦，干什么偷吃你？不要一直偷吃，要煮到干，真的软甜的，哦，好好吃哦。它厉害就是刚刚那煮法啊。这个不是爷爷的那个自己买的。哇，好美，有点温温的。哇。
椰香紫玉露东漾西米丸汤完成。谢谢。好，等一下赢的人可以一次吃两套。哇，热甜点还有东漾汤都可以喝。OK， 这要努力一下，准备哦，好好答题哦。好，各就各位。是要吃那个，我怎么会让给他呢？我的妈啊！真的超好吃的，好吃。肉丸很滑 Q， 很 Q， 很滑 Q， 很 Q 软。嗯，汤有浓味道吗？很浓啊，很浓哎，很浓啊。那个酸就跟这个咸香乱开胃的，然后去拌饭拌面应该都蛮精彩的。嗯，哦，好厉害哦，这个太赞叹了，好好吃哦。嗯。我吃这个啊，我吃这个，试看看它的甜度跟那个什么西米露的 Q， 然后好好吃哦，一坨的香。我在 Seven 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味道，对，一模一样，它里面一样是我们是有那个什么啊秘方，祖传秘方，祖传秘方在里面。哎，你们可以去 Seven 买，没关系，我们 Seven 买得到哟。到了这边可以找到，我想吃一样的那个。那要吃传秘方，要吃热的是要放在微波炉还是放电锅？微波炉也可以。嗯，我喜欢这个芋头的口感。口感。嗯。它就是因为那糖水。嗯。传秘方。糖水，但它有那个一种香味。对。这个糖水太厉害。对，这很成立耶。嗯。好好吃哦，这甜的。我们今天努力一点，还是拿得到的哦。好，好，不要放大奖。我们今天的大奖，阿明师椰香紫玉露，然后还有锅子，然后还有两本书。阿明师的食谱跟秋勇的食谱。是的。掌声鼓励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他，谢谢谢谢。一坨西米露 Seven Eleven 买得到哦，好吃哦。